辛苦你了，我先走了啊！再见，明天见啊！你好，我有点口渴，能跟点水喝吗？哦，可以，慢点啊，我去给你拿水。嗯，谢谢。来，姑娘，慢点。 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虚弱呀？没事，老毛病了，谢谢你啊。刚才确实有点口渴，现在缓过来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跟别人约的时间到了，我现在得赶紧走了。姑娘，哎哎，小心一点，你身体这么虚弱，可以歇一会儿的，不着急走。但是我跟老板约的时间到了。 再不过去，这份工作就没了。你也是在找工作啊？那你就更应该好好保护身体了。如果老板看到你这个样子的话，是不会把工作给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可工作没了，我房租就再也交不上了。让我一个人怎么活呀？你一个人啊？那你的家人呢？我是个孤儿。 没有家人，老板，要不？但是我们店里现在真的不缺人手啊。天英啊，娜娜说的没错，你看看咱们这个环境，确实需要不了这么多的人手啊。可是，算了，就不麻烦大家了。哎，姑娘，老板，你看他这么可怜。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肯定不好好保养身体的。要不这样吧，老板，你把他留下，我把我的工资分他一半。这怎么行呢？那你怎么生活呀？我没关系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一个孤儿。我之前没有工作的时候，知道这个滋味不好受，而且我身体比你好啊，挣钱肯定比你容易的。你放心吧，老板。 你就把他留下吧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培训好他，可以吧？天英啊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难道还好意思不收留他吗？谢谢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快！许行长。 快点！训练营不养这种废物。教官，这风险太高了吧？许星成，你给我下来！快点！快！想什么你？给我下来！哎哎，快点！下去吧！许星成，你给我快点！别磨蹭了，快点！排队！谢谢。